这几天被蒜蓉蒸排骨圈粉了，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豉汁蒜蓉排哦，调好的料汁、南瓜铺上排骨蒸30分钟，豉汁蒜蓉排骨就做好了，看看是不是很香？酸辣爽口的凉拌手撕包菜，过一趟凉水，口感会更脆，元素、热量低，都是绝配哦。 洋葱、香菜、香油，很多人以为黄焖鸡米饭只能去外面花，会还有用。配菜就准备，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吃。把姜蒜辣椒炒出香味哦，准备1分钟就可以出。肥牛变色，到时跟你们说，这一锅真的贼香，和多汁的肥牛结合在一起，汁水完全渗透了米饭。再来口樱桃羊肉多，一口接，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。 洗干净的鸡翅根，抓匀冷藏腌制一晚上。过姜母耳、洋葱、蒜末、小米这样拌匀即可开吃。